不用像前面的。根据内政部移民署人口统计资料，嘉义市截至111年9月，约有5248位新住民。除去原本语言即是中文的地区，1596位新住民是从语言非中文的国家来到台湾。为了帮助他们在台湾的生活，嘉义市推动新住民识字班的计划。Because I want to learn Chinese more and add to my knowledge and to easy communicate with my husband family well. I want to take part in this class because I want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in Taiwan and also with my students. 一个礼拜三天，一二四，晚上的时间，采用的课本是国小一年级注音符号的手册。那如果上完了，我们就继续用一年级上册。主要都是用国小的课的教材。识字教育的授课对象十分多元，目前主要针对新住民方面。此外，除了识字教育，也提供生活适应班等课程。我们现在识字教育其实，从早期的针对我们的失学民众15岁以上，那大部分可能就是阿公阿嬷，到现在其实主要是针对新住民这一块。那我觉得这个发展都有助于他们具备现代生活，公民现代生活的职能。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不错了哈，那只是因为嘉义比较大，所以我们目前来说识字教育大的主要就是一个补校，那还有成人基本教育班，那可能针对新住民会有一个特殊的华语文的班别或是生活适应班。那这些班级虽然有开，但是还不够多。经过课程后，新住民从识字班得到的收获，课程教师则从识字班发现一些问题点。It's give me improvement in speaking, in writing as well. I can communicate my family, my husband family. I can teach my daughter.Go to school, yeah. 政府方面，我是发现说我找不到双语的教材，这个是很欠缺的。识字教育不仅帮助新住民可以更快的适应在台湾的生活，也可以借此帮助他们拉近与家人之间的距离。目前嘉义县市的识字教育仍有可以进步的空间，不仅是课程的多元性，或是教材多样性。都值得人们与政府给予更多的关注与讨论。中正一报董凯勋、陈玉婷，嘉义市报道。